很多媒体问我说我心目中的美女名单是谁，我说舒淇真的是华人排名第二的。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吧？不会是你吧？是。以你现在的状况，如果你看到小 S 他们，还会有那种竞争的心情出来吗？不会啊，当然不会。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很想要当第一名？这是年度最热门。小 S 今天一直坚持他是领先你一名，回去你会跟人家讲说那个250就是？不会不会，没关系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小 S 是蛮漂亮的，蛮漂亮是很漂亮。你知道软硬都不吃，欺负人。我说我没有小 S 那么的有自信，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关卡，是不是？鬼脸那个我没有办法。比如说我最近长这个过滤性病毒，然后我就拿你长过滤性病毒，舒淇长过滤性病毒，你真的很坏心耶！我真的想报警把你打。这个做预告啊，导播。